接口介绍一下，这个 HDMI 接口是连接显示器的，这个是电源接口，连接12伏的电源，这个是控制器接口，接这个遥控器的。来转一圈，会抖哈，这么沉，关键之前的确是，这个镜头我上次拿拍拉着拍这个俯拍那个产品的时候。